凤凰有爱，矿工有情，乡亲有福。国际狮子会300A5区基隆凤凰狮子会特地利用 LCIF 国际总会回拨款捐赠，包括油压急诊推床、隧道式血压机、价值大约200,000元的医疗器材，以及50把爱心伞给台湾矿工医院，协助矿工医院汰旧换新，持续提升医疗品质，服务大基隆地区的乡亲好朋友。有需求的地方就有我们狮子服务的精神，所以我们用了我们 DCG 的回拨款，然后尽绵薄之力，然后帮医院帮院方哈增购一点设备，然后也造福民众。然后我们另外有捐了爱心伞，因为基隆多雨，然后我们希望来看病的民众，万一没有伞可以用的话，可以解决方便。矿工医院对于我们基隆市民的话，服务也相当的多，所以我们吴会长，就我们凤凰今年届的会长，对于矿工医院他做到的成绩非常好，所以把这次的回拨款换回我们矿工医院来服务民众。我们不仅是捐 LCIF 来帮助国外的国家，也借着这个捐赠 LCIF 的那个回拨款来帮助我们国内的有需要的一个地区。我们希望呢，借着狮子会的这样服务的精神，来荣耀我们的国家，来加惠我们民众。那谢谢我们的这个李院长。好，我想这个照顾市民的健康，真的要靠这个我们医院这边把关，还有我们这个狮子会这些好，我们这些师姐们哈，对我们这些社会的社福的一个付出哈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特地来捐赠电动推床、血压计啊，以及爱心伞。那因为我们这个院方呢，都是在守护我们民众，都在第一线，我们狮子会当他的后盾。无论是在物资的捐赠上面，我们都义不容辞。对于凤凰狮子会的爱心，矿工医院也表达由衷的感谢。要谢谢凤凰这姐妹们哈，都非常有爱心。他们知道我们矿工医院是比较元老的医院，已经70多年了。那我在地服务已经快40年了，所以他知道我们设备有些比较老旧，提供一些新的设备给我们。那我们随着时代的进步，那病人的痛苦啊，给予我们这些基隆市民有一个福气，让每个市民能够健康。那如果得到疾病的时候，能够接受我们医疗的提供服务。谢谢。凤凰有爱，矿工有情，乡亲有福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